Hello， 久等，我久了。嗨嗨，妈有午安直播不是才隔多久而已，怎么快人不在？直播不是，哎，不是，直播不是才隔多久而已，怎么快人不？笑死，好好笑哦，久等，你好棒哦，你真的好棒哦，不哭大师。嗨，吉米，好意难吧？おとなしく桃をつけた小兽啊 ，Hello 小兽，可愛い。そういう小兽が好きよ。雷军 ，Hello 雷军，阿比，云 ，James， 思想。燕，我今天有好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哎，因为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公告了。けど秘宝があるんだ。何？何？リセット公演来れないとかそういうパティーナチ。じゃあじゃあ三人。夫婦吗？雷军，谢谢你的四叶草。北极熊的书，谢谢。三人。嗨，吕焕焕兰。一二三。我今天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哎，开心哎。礼拜六那个你要从九点两点待到九点了，更早。其实是更早，我主持人要到要好像早上就要到了，要彩排对稿什么的，所以其实应该是早上到晚上九点。哎呀，好紧张！你知道我这几周真的是超级紧绷，很紧绷。恭喜新歌首播了，开始分享。かかったから本当にいけなくなる。マジで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小五 Lumer Daisy， Hello 流浪好意，你说我们姐，好可爱哟、哦。那你要先宣传先写嘛，谢门弘毅，然后你隔天公演累爆，就是我们就是对啊，总彩排主持再来公演，对你第一首歌很好听，不过我觉得 Lumer 期待 NB， 哎，这一件事情呢、啊，其实，嗯。啊，我从升学宣传开始嘛，这一个月的升学真是我们 reset 公演的那个最可爱的一首那个叫什么逆转王子殿下的制服，对，継承よかった継承で気をつけてね水いっぱい飲んでね。六日一笑笑 ongoing 一一一阿哲澳门客王子或是奇迹的制服，没错、啊，然后我穿的是王子殿下，然后呢就是就是我难得穿那么可爱的衣服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定我。来了 ，Hello， 看米面谱 ，Ongoing， 嗨，大家午安。然后，哎，今天妈有对不起，我还是爱呼叫谢谢。之后还是会有那种厉害的啦。乌鱼鱼男波西。Ongoing Star 雨男，今天吗？今天15号首播，我跟我觉得 Rumor 的电台，大家有听吗？你是奇迹吗？掰的圣水剑，我是丸子殿下。女播将也很可爱呀、啊，有啊。然后想，哎、欸，有吗？有吗？大家觉得呢？我想听真实的意见。真实的感想 ，Gex， 苹果，天鳌，天沙，蓝熊，昨天太累没听，你好美，谢谢，妈有的逆转粉红色，好可爱，谢谢我会想你，谢谢金花生小魔术的金色唱片，嗨，田中，膝盖企鹅，哎。第一次听觉得节奏很快，等等五点再听一次，辗转待听。北原 Kix， 谢谢你的告白气球。Kami， 谢谢你的夏日祭典赏。齐薇，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那个录音时候的感想好了。很久之前就录音了，对，对，然后。录音的时候其实蛮困难的，因为我练习了很久，然后
就是我对唱歌也是没有什么自信嘛，所以可是发色的不是粉红色，整个人太粉了也太奇怪了吧。还蛮久之前就录完音了，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我的那个前面的四句录了很久，因为我咬字不清楚。然后后来你知道怎么录音吗？就是前面还好，不是在个斗着而已，怎么怪人不得你，想不到涂山村在博具美丽的这边，想不到涂山村在博具美丽。这个我唱歌的时候就是录音，老师说我的咬字太不清楚，然后后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用念的录音。怎么讲，就是想不到涂山村在博具美丽，讲就是用念的录音嘛。然后后来我就问了录音老师说，这样录音会不会太刻意，就是这句我还真的听不清楚，跑着咬牙切齿的念。对，然后你的客人美玲也会遇到了。对啊，就是对咬字的部分，可能我也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就是没有那么清楚吧。谢谢仲颖的守护灵。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当下就有问老师说，哎，这个这样子录音会不会很奇怪？然后老师说没办法，就是你是外国人嘛，就是咬字要清楚一点，不然大家都会听不懂。然后就是好吧，然后我就练习了很久，但是还是没办法，所以我就是真的尽力了。还好了，唱歌听不清楚是正常的吧，这就是你跟美玲吃亏的地方，没错。然后后来也是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一直都很不安，就是觉得后来就有个 demo 嘛， demo 音档的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就听到 demo 的音档，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办，我这样子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吗，我这样可以吗？好像还有那种外国人的腔，那种就是听得出来不是台湾人唱的。然后我就跟就是公司反映说，请问一下我可以再重录一次吗？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日本那边也过了，然后公司都觉得 OK， 老板也觉得 OK， 其他工作人员觉得都 OK， 所以才送母带了。所以就是老板啊，工作人员啊，或是就是录音老师啊，都就是鼓励我说，马友你不用太担心，就是你尽力就好，就是你尽力了，就是怎么讲，就是反正这种东西就不会有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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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满足的一个作品。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只能这样子，有点腔调比较可爱啊，是吗？但是怎么讲不知道，你是可以天乐老师改成全英文啊，台湾人讲英文日文也有口音正常吧，谢谢大家。对，所以你已经发挥潜力，这样就够了。就是公司也是这样子跟我讲嘛，但是我自己是蛮你这样的名字就对了，了解です。绝对没有绝对完美，但很好了。公司都说 OK 了，你不用担心。就是我一开始是真的很担心啦，就是很担心说，就是会不会发行了之后，很多台湾人啊，或是粉丝们会说，就是为什么要让一个日本人唱第一句这样子？就是我怕台湾的大家就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要很完整，但是也没办法，就是因为我的口音是真的是没办法唱出那种台湾人的感觉，而且我真的是尽力了，所以呢，就是这一阵子很焦虑，就是觉得那个很不敢听大家的感想。也很不敢看，很不敢去听那个广播，虽然我自己听了很多很多很多次啦。对，就当个人的特色。对了，就是工作人员也是都这样说，就是这次你 center 啊，就是要你唱啊，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没办法，也是你不是母语，然后唱出这种感觉已经很棒了，这样子就是一直鼓励我啦。对啊，这个马友又回到那个刚宣布单 C 位的想法，不是啦，就是要当然要当心吧，当然要负责任啦，所以还是会担心。对啊，
在 follow。然后我跟雨晴他们也讲，就是第一次拿到那个 demo 的时候，就跟雨晴他们讲，就说怎么办？我这样真的可以吗？这样，然后雨晴就说，明明就是本来就是听自己唱歌的声音还不习惯，所以你听习惯就对了。而且我们之前是都一直都在听日本那边唱歌的样子，所以我们已经听习惯了日本的那个感觉。然后后来听了我们的这个版本，就会觉得诶，哪里奇怪怪怪的那种感觉。不过这首歌还是要配上舞蹈才是最棒的吧？对，我也觉得，我是以为，我们都以为是MV 发行之后再宣传，没想到就是从广播开始宣传。对啊，就是蛮意外的，这件事情蛮意外的。对啊，可能就是那你有日本腔不是更符合吗？是吗？就是我不知道耶，可能真的是我也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吧，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啊，我这样子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就像舞蹈也是啊，舞蹈我自己是有自信的，但是越跳越怀疑自己，说，这样我真的可以吗？这样跳我还可以吗？这样子就是一直怀疑自己有没有做的好不好。现在很多歌都是先广播出，但是我是觉得，因为这首歌是舞曲，就是有舞蹈才有办法感受到那个感觉，我自己是觉得啦，我能体会你的想法。第一次有大压力会想东想西，对，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已经，但我还是要说你想太多了，是吗？是这样吗？好吧，就是对啊，很多压力，而且已经等了很久了，就是从宣布到因为宣布Santa的时候，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很久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好吧，算了，就是我们很早之前就有评比了，然后评比了之后宣布到跟大家分享，就是跟大家对大家宣布我跟吴君如嘛，也是好一段时间了，然后宣布到现在这个要发行，这个广播在广播上发行这个我跟吴君如嘛，也是很久了。对，所以呢就是一直就是拖着，然后还没有开始宣传，所以我就是一直就是担心，一直很焦虑，就是我到底是不是要改善什么，好像还来得及改变，你知道吗？所以如果真的是就是宣布了然后马上发行，可能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只是真的是宣传，就是宣布到开始宣传真的是好一段时间，就要又准备很多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天哪，我这样好吗，这样子。那你累积这压力也太久了吧？对，真的是很蛮久的，因为从真的是公布六单是搞不好真的都过一年了，真的我不夸张。因为有一次的日式公演结束之后，就是我们被通知说我们六单会是五跟五就 rumor， 那么好吗 rumor？ 对，这件事情应该大家也知道吧？对，然后从那一次的公演到现在，我已经一直都有这个压力，太久了吧？也太久了吧？真的快一年了真的是快一年了因为我们的顺序就是公布六单是 rumor， 然后大家开始一起整体练习 rumor。然后整体开始练习 rumor 之后再来评比之后宣布，然后宣布之后跟大家宣布，然后跟大家宣布之后准备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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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再来就是终于发了这首歌，但是还没有 MV， 所以真的考不好有一年的时间在准备。是的，没错，没有，我们五月握手前才知道的。对啊，是你们是五月之前知道的嘛？五月的时候才知道的嘛？但是我不是啊，我是更久之前就知道了。没有，你的脊椎都被压弯了。对啊，我就让谢行吃野草。伟卢，马友一定可以的，谢谢。嗨，大家，给马友可以想太多的时间太多。对对，こんにちは、日本人アースです。レオナです。はい、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です。
我们也承受了三个月的压力。嗯，对，只能说我真的很期待 MV， 真的很期待 MV， 对，很期待 MV。希望就是 MV 是个，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完整的那种感觉。马友大推吗？什么大推？大推什么？大推什么？推什么？然后我也期待看你的 reaction。哦，对啊，我真的很期待耶，超期待的耶。嗨，风亮。坤坤，还有什么事情？哦，好吧，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接着讲主持的事情。其实这个主持的事情也是知道蛮久的，但是这个一直都不确定，因为什么？这样明年的公演要照六单的造型了吧？公演其实啊，公式照嘛，应该是吧。很期待你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画面啊！天哪，对啊，好可怕哦，好可怕！卫星 ，Hello， 一定是完整的，不用想太多，谢谢。土诶，七位数诶，土豆没有问题的话就下课下课。汤姆，谢谢你的夏日冰块。这个主持的事情呢，为什么我接到这个工作室？之前不是有跟你们讲过很久很久之前的公演，有些公演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台日交流协会的一个就是主要的工作人员，我忘记他是哪一个位置的人，反正就是上面的人有来看我们的公演，然后到那时候就是认识到了这一位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今年是台日交流协会成立刚好50周年，然后要办这个活动，然后呢就是那个台日协会台日交流协会的那位工作人员觉得可以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就接到了这个对这个工作好的主持工作的机会，然后就是后来也是不确定，是因为我是毕竟第一次活动主持，然后他们也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公司也觉得到底可不可以让我做这个工作，对，让我就是担任主持人这个工作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听说有这件事情，但是一直都没有决定好，然后后来最近吧，真的是一两周前就知道，我真的要主持这个是这件，就是我真的要主持了，然后我就开始超紧张，然后我每天都在看那个 YouTube， 你知道吗？然后就搜寻说主持人要注意的事情，主持人用词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一直都在查。然后谢谢 Gex 的超西瓜，可以啦，这个曝光度应该很高。Happy 三 ，Hello， 有听你说过，有啊，有长官来，对，没有第一心情是紧张，当然是紧张啊，我就是原本是很想要拒绝，你知道吗？因为我压力太大了，我就想说，我从来没有主持过，然后我真的要主持这么大的活动，而且刚好50周年的一个活动，我就觉得天哪，我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吧，然后就觉得我真的可以吗？我很想做，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可能就是两三年前吧，就跟大家说过，就是我真的想要参与到台日交流的一个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对，就是一个活动吧，就是想要参与到这种地方这种交流的活动，所以就是有一种梦想成真吧，但是梦想成真的太快了。你说那马友会从头到尾吗？没有错，完全没有错，是从头到尾，从两点开始嘛，活动是从两点开始到9点嘛，但是我更早就会到了，对，很早就会到，别怕把场子搞了为目标，为台日交流出一份力，幸福来得太突然，对，马友会看龙东汉子学习吗？不会。不会看他们学习，幸福来得太突然。
对啊，你有说过很多次，对，这活动感觉好累哦。你的机会来了，加油！对，就是我真的是有跟公司反映过说，说我没有办法先主持比较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活动，小活动，然后再来累积几次经验之后再来主持这个活动。对，然后就对。然后就对啦，就是公司也鼓励我说，没有你可以的啦，这样子，然后就接到了这个工作。对，龙哈的主持没办法在这里，对，我也觉得没办法，我可能不能去，我尽量剧组结束后冲过去再回来看一组，没有出心者直接大魔丸。是右边的大学是谁？哎，不是吧，我这样子要打人呢、欸。我这样子要打人，男子汉笑笑 ，Hello， 交流协会一定要接的啦。对啦，就是毕竟这个是我真的一直都很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接没有错。但是我是觉得很害怕，超级害怕，而且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惨的一场活动。有搭档吗？这个可以问吗？应该是没有吧，希望有搭档，而且我是还没有拿到蓝档脚本，所以我知道大概的顺序啦，谁会参加，然后我自己有做功课，就是谁会来啊，来宾是谁啊，然后那个来宾是谁，然后他们要活动演出的就是谁啊之类的，我自己有做功课，还有一些超级不仔细的 random 我也是收到了，所以应该对，就是对啊，耶哎什么超级打怪，马友今年工作运不错，开刀到了，一个人撑7个小时，那真的压力很大。嘿啊，很大啊，对啊，压力很大啊，但是有一点想开了，就是我之前是觉得我一定做不到啊，怎么可能啊，也太可怕了吧这样，但是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就是如果这一次撑过去了，我以后什么都不用害怕了，对吧，因为我第一次主持，然后毕竟这么大的活动，然后还有7个小时，如果我真的可以做到了，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或是做得很完整，或是完全没有错，只是我真的撑过去了，我以后什么都不用害怕了吧，对啊，所以我有点想开了。我就觉得我运气还是很好，运气很好，撑不了，可以叫我上去打一下，可以吗？哎，好像我有看到有一些活动是可以上来跟我一起玩游戏，或者是跟我一起互动的，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就这个活动，对，就是我看了一下下，然后我也有听说很多礼物可以拿。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互动的机会，所以希望马友饭的大家可以到。我就是如果我能选，就是下面的观众们的话，我一定会选马友饭的。偏心没有了，开玩笑的。到想想休息的时候可以吃很多水果就好。真的会有我休息的时间吗？女主持不下去，要不要现场跳舞 solo 看看？笑死！你等我啊，看完剧组就赶哦，好啊，谢谢。什么？哎呦，真的假的？对哦，这样，讲一堆人要计程车赶场了，我到了。对啊，真的，不要选那个过敏肌的毛巾，有吧？麻油午安，我们丢水果上去，笑死！真的啦，我有听说很多很多礼物可以拿到，然后。还有游戏的环节啊，还有互动的环节，所以，对啊，应该是可以站我很近，因为这次不是 AKB48TeamTP 的成员的身份参加这个活动的，我是以主持人的活动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其实对有签名应该是没有啦，因为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不是 AKB48TeamTP 的成员，对啊，所以应该是没有签名吧，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互动的机会，真的，我说真的，因为搞不好一起可以一起做料理之类的。
学到了一些些。没有啦，我就我不知道，我乱讲的，我乱讲的，只是我看了一下下，还没有很确定的 random 上面是写说很多可以互动的机会啦。哎，麻友，等我一下，回去公园可以快一点吗？想去，一定要来的，一定要来的。哎，去现场可以吃到麻友亲手做的料理吗？有可能哦。真的有可能哦。是啊，可是有很多时间啊，所以不 我自己真的还不确定几点到几点是会做什么，会做什么。对，我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只是表演，然后可能互动啊，然后表演互动，表演互动之类的，这样子。嗯，有点想去了。嗯，就是而且我有看到一些就是一个活动场地嘛，还蛮多那种日本的店家，就是还蛮有名的日本的店家，我自己都很想要参观。我自己真的很想参观，我只是要在那边站着，然后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吧。好可惜，如果我这一次不是主持人的话，也会一定会去，一定回去，因为感觉很好玩。我想去，可以喂我吗？可以喂你吗？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这次真的不是以 AKB48 TeamDB 成员的身份去，对，所以搞不好也可以哦。没有啦，开玩笑，你不要这样，银组的票已经卖得不好了，什么还这样拉票。谢谢 GX 的超级舞台，真的是还蛮多互动的活动啊，互动的机会。嗯，真的啦，顺便帮你看穿和服的时候，哦，我跟你讲，那一天的衣服好可爱，嘿嘿，好可爱耶，真的，我那一天的衣服好可爱，好漂亮，超漂亮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应援我。应援我，水果妆？什么叫水果妆？你已经看过衣服了，当然啊，我这周就要主持哎，可以在麻油台下上线上看银组哎，好像不错哦，这个好像不错哦，看来是退对，海湾可以看完再过来啊，只是那个游戏互动的时间我是真的不确定了，对。你有几套？哦，这个不确定有几套衣服，但是基本上我是一整天都在那边主持的样子，所以其实应该也没有换衣服的时间吧。但我自己真的还不确定，因为还有很多要更改的东西。听说，对，你会穿成一颗水蜜桃吗？我的头发已经够水蜜桃了，我还要穿水蜜桃装？你会穿偷天葛的偷天葛吗？穿一波，看来扇子该什么？该再挖出来的，对呀、啊，麻友也要穿和服主持吗？哎呦，这可以说吗？反正就是没有，不行，这个不能说，这是一个惊喜，好不好？嗯，好像阿北、小峰、周蛋，麻友会穿超辣的衣服，哎，也不符合吧？不符合这个活动了吧，留给大家惊喜，对啊，那就是有，那你应该要说来就知道了，对，来就知道了，不要说留惊喜，对啊，应该是寓意吧，那这个不确定，仲莹会不会换衣服我自己也不知道，知道了比基尼，如果那个活动厂商说 OK 我当然可以啊。外面这么热，我也不想要穿那么多吧。麻友要穿泳装啊，五跟五去入门，哎，不要这样子，穿泳装然后跳五跟五去入门也太危险了吧。符合，超辣的，因为很热，穿比基尼刚好吗？是吗？对呀，很热啦，真的很热。乌鱼，谢谢 Kiki 做你的喵。配合六段宣传就可以，现在就可以造谣，有收获到长宣传。谁帮我对付胃腹部的罚款？我想去现场。对呀、啊，我想休息。小秀应该会来，因为小秀毕竟也是就是爱日本的一个爱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人，日本人嘛，所以那一天真的会有很多日本来宾哎，就像我认识的漫才少爷的那个太田前辈吗？也是日本人呐、啊，我超期待看他的漫才，然后还会有和太鼓啊，还有相声呐，然后台湾组、日本组都有，嗯。还蛮期待的、欸、其实真的很期待。小百合会去吗？应该是不会吧，应该会有很多高官过去。对，好紧张。日本电视台也会去采访。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要上日本的电视了吗？耶、yeah! 我之前就有上过日本的电视啊。漫才少爷当然是三木的那一组嘛。对啊，对，没错，就台湾的日本人还蛮多，对，还有丰田呢、啊，丰田上不会来吧？こんにちは、もうだけ愛すだけです。はい、よしきさん会来吗？よしきさんとは、よしきさん、よしきさん。谢谢 Obi Wan 玫瑰，马友你新的对音档好像挂掉，那要怎么办？我超难过的，我今天才知道那个音乐已经被删掉了，我要怎么办？我有办法再选那个音乐吗？一定会吧，日台交流50周年 NHK 一定会有新闻吧。紧张紧张紧张，删掉怎么办？我不要，我不喜欢删掉那个，很多人按赞了，不要。 YOSHIKI 现在在日本啊、哦、真的。 HADISAN 谢谢文首领。很期待星期六还有看到日本人在台湾参选市议员啊，这么奇怪，好厉害哦！那不要删掉，再发一个新的。昨天晚上想说可以看一下再睡觉，结果一……哎呦，你怎么这么可爱啊？我知道你也太可爱了吧！你睡觉前就要看我啊，好可爱哟、哦！嗯、啊，怎么那么可爱？你就在后台选你的音乐的使用权，就这样。哦，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哦，音乐就会出来啊？真的吗？是吗？我等一下试试看，因为我是个三思笨蛋。所以我其实就是不太会用这种东西。对啊，嗯，还在想谢谢猫铃铛，好开心哦。最近我今年真的是很多，就是对我来说没有想到我可以接的那种工作，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的一年。如果我2023年的时候就会说2022年是怎么样的一年吗？我一定会说挑战的一年。太多挑战了，而且都是大挑战，好可怕、哦、你的经典真的很棒啊。对啊，马友一定可以烧我，谢谢猫铃铛。哈利桑拜拜。你把手机来寄来给我，我帮你拿。还是你下次那个活动的时候我把手机给你，你帮我用。你的经典很棒啊，谢谢乌诺啊分享直播。叔叔躲在被子里面的叔父 Hello 宣扬，嗨嗨嗨，好开心哦。哦，说到和服，大家都有看同学来了吗？好开心哦，大家都有帮我留言，我看到留言，然后喊到马友，反正就觉得好幸福哦，怎么那么幸福、啊？我有时候就觉得心情低落啊，或是觉得我要怎么办呢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大家的留言。我好像好变态哦，但是就是大家留言的就是东西，我会觉得很心暖，所以我会去看大家的留言。我没事都会去翻一下留言，翻一下留言这样子。周末两天都有吗？有 excellent。 对，看来我要去活动，然后给你抽上台，帮你处理手机音乐的问题。对，我在那边做料理，然后你在那边处理我的音乐这样子。快拿快啊，我还没留言，没关系啦，我就是我有刻在我心里。谁有帮我留言？谁没有帮我留言？没有，开玩笑，就是谁有帮我留言，我真的是有刻在我心底。对耶，我也没留言，没关系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大家都有帮我，就对，但马友，但欧伊朗呢？我之前也有很想要，花，那你什么？那是什么花？
花篮，花花龟，花花花裤，哎，那是什么？围栏是什么？我之前在大阪的时候就想要去拍照，其实很想要去拍照，但是后来对花什么，那是花什么？花魁，对花魁，对我之前很想去拍，但是后来就觉得我的身份好像去拍照有点怪怪的，对啊，所以我没有去。之后吧，之后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去拍。如果我对我是花魁，好可爱。吃饭嘛，洗澡嘛，我都不要，我要的是麻油。可恶，会被你偷看，不留了。哎，不要，我还没时间看。但麻油帮我一浪。可是那个主题经济姐姐居然放行，我跟你讲，没有那个主题根本就是现当下改的，哎，就是哦，我那天也是很紧张。我跟你讲，那个完全不是 say 好的，我原本是我要说那个前面呛韩国人 JJ 跟后面我说什么？没有啊，我原本是要说日本女生的好，就这样而已哦。所以经纪公司当然说 OK 没事就可以，就是 PK 嘛，就说韩国女生怎么样，这就是节目上的好玩嘛，就是抢她也是一个开玩笑，不是真的在抢，就是的一个节目上的效果，就是要这样子抢来抢去 PK， 然后看看哪一个国家的女生好，这样就好了。结果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被问那种事情。然后呢，我前面不是有说，哎，这种事情丰田哥啊，谁比较了解吧？然后就想说，我应该这样子就可以逃掉了吧？结果我真的还被问说，还被退回去，就说怎么办？我心里超慌张的，超级超级超级慌张，然后就没办法，我就只能说啊，我也没办法说，我就不能说啊，这样，我就说了，就应该还好吧，洗澡吗？还是我呢？也还好啦，就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其实也还蛮慌张的啦，然后那个按摩的那个环节原本就有，但是原本是泰式按摩跟越南按摩而已，所以呢本来是越南人跟泰国人要上去按摩而已，结果我刚刚说什么，贪心，很贪心的小哥中哥就叫现场五个所有女生来出来按摩了，所以呢我那时候在想啊怎么办呢，我要帮他按摩，但是我没办法太多的肢体互动吧，因为我就毕竟就是对呀，还这么少女，所以就是不太适合上去踩的小钟哥之类，我就想说我自己也是很会按手，所以就是帮他按手这样子。然后小钟哥也是很会弹钢琴，你知道吗？他就是我每次看他的 IG 都是弹钢琴啊，或是在健身啊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他应该是手很累吧。然后就想说是小钟哥很常按手，很常用手吧，因为很常就是弹钢琴啊什么的，就很累啊，弹钢琴的人都是这边肌肉很紧绷，听说，所以我是这样子讲，然后结果就没想到会被这样子误会，我就想说啊怎么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哎，你会不会以后都不想上节目？不会啊，我就觉得很好玩，就觉得这样也是很好啊，就是一个我也没有恶意，我也没有故意要做这个效果，我只是想说啊，小钟哥很会弹钢琴，应该按手蛮舒服的，结果就是变成那样了，就也没关系啦，就是一个节目效果。小钟哥的握手券呢，被小钟哥赚到了，对，被临时改内容，感觉好糟糕，但是我自己有一点点自信了，因为就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那个临场反应刚好那一天蛮快的，所以我没有就是做得很尴尬。对呀，我就觉得我不会那么紧张了，就是一个好事，对，一定要往好的方向思考。花可以要画的自己都认不出来是自己的那种面具短，对啊，你说的那个是老梗，应该还好吧？对啊，是老梗。节目中的突袭事先没准备，没错，是还被剪成预告。哎，其实他们都把我照顾得非常好，哎，我就觉得非常感谢同学来了，而且小五的常常就是在留言区，就是感谢同学来了的。
官方说就是谢谢你，谢谢同学来了对马友的照顾，是真的是在替我说话的，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很感谢同学来的，因为就是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在日本年代难得可以上节目，然后还被就是剪成预告片，还有很多画面，就是觉得真的是被照顾得很好，就是一个很运气很好。对啊，有啊，我一直有感谢。对啊，所以以后多几次突袭考验你也是可以咯。还是不要啦，还是照着原本的那个稿就好了。周六之后去闹事考验妈的临场主持啊！对，我上次去跟那个安娜姐一起去吃下午茶，然后那时候是原本就想要问一下前辈，就是主持要准备什么之类的。我是之前不是有跟你们讲过吗？安娜姐跟安娜姐一起去吃司康这样，然后那天就有问过，然后安娜姐就说过，就是其实她有去过很多很多好几百次的主持活动，然后她觉得一半以上啊，她说什么三分之二是有出事的，如果没有出事的话，会觉得哎，今天怎么没有意外呢？她会这样觉得，所以呢，她还特地密我，就是赖我说马友你一定可以，她用日文跟我讲说。可能你会觉得压力很大，一定要做得很完整，但是主持活动这件事情其实遇到一些 happening， 遇到一些意外才是正常的，不可能不会遇到意外，所以呢就是遇到意外的时候你就是平常心，然后就是笑笑的带过就好了，就是不要太紧张，你一定可以的这样子。我就觉得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前辈，你知道吗？所以有安娜姐真好。对啊，人无啦，谢谢你的小鸡蹦蹦，叫麻薯去到垃圾。对，很幸运，我的身边有很多就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人。对啊，好开心哦，开心。但是我上次不是有去同学来了吗？上周的时候。然后我那天不是有说吃得很开心吗？但是我是觉得哈，我觉得我要在节目直播中也要常常吃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个吃的怎么样，才不会就是说的那么烂。因为我觉得那一天录得很开心，吃的也很开心，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要讲那个感想嘛，我要那感想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想不到那个可以形容我的那个我吃的东西食物的那个感觉。日本有很多就是可以形容那个食物的词，オノマトペ很多，サクサクあ、モチモチあ、パリパリあ什么的都很多，就是很多那个オノマトペ。オノマトペ的中文是什么？是一个形容的声音。食リポの練習，对，好啊，多吃一点，没办法用言语表达。对，台下观众都拿出屁屁意外，屁屁的，千万不要，我不想要在现场看到你被警察抓走啊。对，也因此，对，也因此要吃纳豆，没有，那天没有吃纳豆。欸，我介绍的鸡炸鸡啊是真的很好吃，很好吃的炸鸡，是希望就是那个那一集播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去订一下那一间炸鸡店，就真的是我真的是真心推荐的炸鸡店。台湾人讲口感一律入口即化，对，就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形容，然后我就只能说哇，这个皮脆脆的啊，或者什么哦很香啊，就味道很重啊什么的，就是我只能这样子形容，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自己形容的不太好，然后那一天就觉得有点，就是自己每次都是上完节目都会就是有一种，可能从满分开始，然后就自己想一想今天做的怎么样，然后扣分，然后可能就是每次都是60-70分，但是我那一天是觉得吃的很开心，但是我形容的不好，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天是40分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对词穷。对，你的成语，而且呢那一天我被考验到成语了，然后呢那一天其实我真的有想到，我那一天是被问说跟牛有相关的成语，然后我那一天已经想到扭转乾坤，但是扭转乾坤我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怀疑自己说，诶，扭转乾坤是成语吗？
那个拜年拜拜拜年的，那是扭转乾坤是成语吗？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是成语吗？这个是成语吗？这个是成语吗？然后就想一想，想一想，就时间就过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没有讲到成语，然后就想说，哦，太可惜了吧！就是成语的部分，我知道，我现在知道的成语很多很多了，但是我就是当下是完全没办法说出来，对，所以我还没有那个，对，错过那个 time， 没错，对啊，超可惜的。其实我后来就想一想，也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反正我是个外国人，所以说出成语也是没有关系的，对啊，所以我那一天其实，对，背了很多都用不上，对，就是一个很不甘心的事情啊，对啊，直播也能练习，对，直播也能练习，没错。所以每次上网就觉得很多就是要改善的地方，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太多太多太多事情就想要更改，你知道吗？我就会录完节目，我都会想一想，说刚刚说了什么，刚刚说了什么，谁谁谁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样的反应，然后我想一想就觉得很愧疚，就是晚上睡前就会觉得，哦，我应该要这样说的，应该要那样说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你知道吗？那个心情。但是上节目是开心的，就是每一次都有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对，玉晴，谢谢你爱的玫瑰，谢谢安琪，谢谢你的相遇。对，老公公，爱的玫瑰，谢谢七位的行李箱。大家嘞，大家呢，过得怎么样？过得怎么样啊？八月，已经八月中了，好快哦！真的是很快耶，八月中啊，对，你知道吗？八月二十号主持嘛，八月二十一号公演嘛，然后八月二十八号是那个思雅 produce 的一个活动，虽然我不会上。不会唱那么多首歌，对，但是也是一个可以见面的活动，都觉得很扭转乾坤跟有没有关系啊？原来那个扭转乾坤的扭是那个扭啊！贝达流曾经剪辑画面都被剪光光，不用太紧张。对，如果被剪光光，我会很伤心耶，你知道吗？没有，上周有参与中元节拜拜吗？没有去拜拜，但我觉得最近真的要去拜拜了，很多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我以为你是故意的，结果是搞错，我应该要说的，那这样子的话更需要讲吧。思雅那个要先能抽到哦，先能抽到，没有，祝福我一下，祝福公演会员席跟抽中特别公演。啊，青椒肉丝也是成员，嗯，就会很好笑的。我应该要讲的哎，笑死。陈宇，你看我这里看得到吗？这个又是一个过敏，这个不是。霉菌，我之前是那个猫咪感染，猫咪，我的麻鼠感染到皮肤病，然后它就是得了那个霉菌什么的，然后后来红红的，对啊，我现在是开特效这么红，就是你亲眼看到我的手的话会吓到，真的是红到不行，然后我说什么，下雨啦，居然，哎呦。可我想装，你要想装？对，然后我最近就是肩膀受伤，然后这边也是那个就是皮肤过敏，我觉得我要去拜拜了，我去拜个平安这样子。其实还好啦，牛跟牛音很近，对。牛年的祝贺词也是很常有可以先做了，好紧张，在两天会吃到，有没有抽中拍立得啊？你是那个吗？
そうなんだまん。ごめん、薬の癖やで。手の震え、やばくない？大丈夫？それって正常なの？不要跟我说的配合颜色，哎，发色。肩膀受伤哦，你不知道我肩膀受伤吗？我受伤很久了，而且呢，很奇怪哦。我后来不是有去看医生吗？对，我肩膀有回去。对啊，我去长庚，我去长庚大医院看了一下，好像是一个礼拜前吧。我去哦，那一天嘛，就是我那个取消直播的那一天，我那一天有去回去。那个大医生看诊，然后结果，我的那个撕裂伤还没有好，但是会痒吗？不会痒，不会痒，就是一个红红的。然后，偶尔居然去看医院，对啊，因为真的蛮严重的。然后呢，就是那一天医生说这边的那个关节有一点松掉了，就是对。然后后来我跟美玲一起去逛街啊什么的，然后。跳舞的时候也是，我这样子举起来嘛，会说啪，咔咔，咔咔咔，很多咔咔咔的声音，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没啊，有听到吗？刚刚那样咔，就是会咔咔咔咔，一直咔咔咔。然后呢，就是我们那一天就是跟美玲逛街，然后我就想要选一个帽子，然后就要拿帽子的时候呢，就是店面的拿帽子的时候，就是架得太大声，然后美玲就说：“哎，你刚刚掉了什么东西？”我就说：“没有掉了，我的肩膀卡了一下。”就说：“你看呀，那个太大声了嘛，也太可怕了吧！”然后就一直就在那边就是聊天，什么吃饭都是一直在卡卡卡。然后美玲就说：“你真的是不行哎，你这个。”肩膀太恐怖了吧，那个卡的那个声音是完全不正常，不是那种这样子咔咔咔的那个声音，是真的是咔咔咔的那种声音。然后这几天也不是有在练习公演的舞蹈吗？然后练习公演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是右左手拿麦克风嘛，右手一直都在那，比如说乘着温暖的风这样子，然后就咔咔一直在那边配音，我的那个肩膀啊，真的是很生气耶！不会痛，完全不会痛。医生有说是怎么样吗？就是说只能等到那个肌肉撕裂伤好了之后再去，就是再去训练。对，右手负担好重。对，美丽麻友出门都会带上吧。好恐怖，公演的时候要注意听了。对啊，你们注意听，或者是我就是那个。唱歌的时候我就这样子麦克风这样子，你就会听到那个咔咔咔这样子，可能是颈在卡卡的吧。对，颈会卡卡的。然后呢，你知道医生说这样子练习，就是这样子练习，你知道吗？我左手这样子超级轻，超级轻松，就是都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这样的时候就觉得超级重，好像有在拿什么3公斤5公斤的那水，然后这样子动一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右手变得超级重。对啊，可能就是肩膀的肌肉受伤的关系，就觉得很重。对，王建民后来在肩膀打了13支，你在说什么？好可怕哦 ！OPB 谢谢你，然后玫瑰谢谢大家 ，AAB CBA 谢谢你，谢谢蜜呀，谢谢仲俊。医生有时候会怎样吗？医生有时候是还可以去运动啊。哎，怎么会讲？看一下，怎么接触不了嘛？那我只能去开灯咯。可是其实这样也还好。好吧，我去开灯。这样啦。怎么突然就不见了？这个直播单又坏了，好像就是开了一个小时就会坏掉哎。我对直播单完全没有缘分，怎么办？中医可以哦，对，我中医好像也可以去，但是医生说就是尽量不要去动啦，他就说乖乖的不要运动。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我知道了，这个太烫了，等我一下哦，我换了哦。啊，这个也太烫了，怎么全部都很烫呢？这样呢可以吗？好像不行耶，接触不了吗？啊，可以了。
可以了，开心。Wakeling， 谢谢你的红玫瑰，怎么没有帮你打石膏？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又不是骨折。最好的方式，谢谢 Gex 和你一起。最好的方式也不是不最不可能的方式。对啊，是最不可能的方式啊。Joy， 谢谢你的告白气球，是真的是最不可能的方式啊！我不可能不运动。Gex， 谢谢你的和你一起，开心。对。但是我这样子觉得起来是还好了，但是对啊，觉得起来就好了。Diana， 谢谢你的麦克风，谢谢 Diana。为什么我又开冷气这么热啊？刚开跟没开是根本一样的，还是我重开？我去重开一下。为什么那么热？到底？超级热哎！等等，超级热，你是不是开到送风？欸，有吗？风向自动，风速自动，冷气啊，没有啊，就还是外面太闷热了，所以就是从外面温度调太高吧，26啊，应该还好吧。调到礼拜天不准跳太大力，我不知道哎，要小心不要二度受伤。好的，我尽量。来看你，可能冷气比较老旧吧？对啊，有可能。还是窗户没关？有关哦，有关。据说公演要省电模式了。哎呀，但是也有线上的哎，我不能。怎么办？还是该洗滤网哦。你可以帮我洗吗，柯基？柯基，因为我不会洗。你知道吗？我上次那个冷气的遥控器坏掉，然后我就想要，我就一直忍着，然后没有开冷气嘛。然后后来我朋友来我家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开那个冷气，然后按那个什么紧急按钮什么的就可以。可以开关啊，直接开关。我说真的，冷气可以打开哦。我真第一次知道冷气是可以打开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冷气是讲这样子嘛，然后它可以这样子打开，你知道吗？你们都知道吗？这件事情，对。然后它是这样子打开，然后这边有一个按钮，然后我按了之后呢，冷气就开了，好厉害哦！我那天真的很感动哎。对啊。啊，你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很厉害哦。然后就对啊，就是我有看过一些就是影片，然后冷气公司的人都会就是洗那个滤网。那我真的是我相信，我打开了之后拆下来，我一定会装不下去，装不回去，一定。我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你们真的是天才耶！这不是定期要做的吗？真的哦，那你可以定期来我家吗？哎、欸，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洗耶！洗完两干再装，哈？洗完还要两干？你知道吗？我的电风扇也是煮了超久，如果是冷气的话，我要煮一整天了吧？唉，原来我是天才吗？就是如果可以煮那样电风扇就很厉害了，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天才了。听起来怎么好像很久没洗了？已经很久没洗了吧？因为我搬过来这里到现在我完全没有洗啊，完全，因为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弄，然后来装。对，我的电风扇那个是把手啊，把手也是在下面，因为我就装反了，但是我也是懒得换，因为我就是拆下来，我就应该是我没有自信可以装回去，所以我就算了，就是把手在下面，在上面都没差了，对不对？但是我原本是这样子电风扇嘛，然后电风扇长这样嘛，但是我原本煮的时候是煮这样子，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对。じゃないな、じゃ来てよ、やってください。听起来像你一辈子没有洗过，我完全没洗过啊，谁会去洗呀、啊？好傻眼哦！没有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是一个不会 DIY 的人的话，就会知道
这些事情已经很难了，真的很难做到，你知道吗？还是来直播教学踩电风扇？不要啊，我不要在那边耍笨蛋呢、欸。我也不是想要耍笨蛋，我就想要走那个气质聪明路线。然后我在那边，然后再开直播，然后踩电风扇，然后就是跟大家说，我赚不回去，那这样很笨笨呢、欸。不行，日本的人气不用洗滤网吗？应该都要洗吧？但我妈会洗，我不会洗。气质路线就是要花钱不动手，气质聪明什么呢？你这礼拜麻油哪一天在家，我过去洗。气质有超美感的来不及。哎呦，这样听人怎么样可爱？哎呦，我也想要好不好？我也很想要。想要自己组装好不好？我也想要洗滤网好不好？是怎么洗啊？还是我等一下试试看？等一下试试看，然后我装不回去，我这几天都没办法吹冷气耶，那怎么办？有一些旧机洗的不太好拆，干脆放弃不洗了。我也觉得干脆放弃吧，我也觉得干脆放弃比较好，反正对吗？反正我也不是一整天都在开冷气，就是一整天的，整天这可能一天的只有几个小时而已，还好吧。你可以把电风扇装成吹风机一样是天才。看你，看我，哎呦，哪有脏脏？你不要这么说，我就很害怕破坏我的家具啊。我如果破坏了，我到时候要赔耶，不是吗？不然等租约到期的时候换扇子就好了。越晚洗，久久不洗，冷气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不强吗？是吗？啊，越来越不冷哦，是这样子哦。那怎么办？这个是喜欢你一起，还是我现在来拆？哈，我好害怕哦！反正我请那个帮我开冷气的那个朋友来，那他住在淡水，会不会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我要洗滤网，然后我要找他那个叫住在淡水的一个朋友过来这里，然后就帮我拆，然后洗完晾干，然后你帮我装下去。因为我住的地方是限女性的，所以我没办法请男生朋友过来，所以我只能请女生朋友过来，然后我还要请他帮我拆下来，帮我装上去。你现在怎么拆呀？拆错的地方如果把错顺序，冷气会爆，这假的人就会爆炸，也太可怕了吧？这样哪真工具人？要请吃饭了呗？如果不行，也可以花钱来。不是，可是哦，对吼，工作人员应该还好，就是我这就是整楼都是限女性，不洗滤网也可以啊，脏了就可以换了新的滤网，超浪费钱。哦，哎，脏了之后不是啊，你搞错了，因为你知道，如果我可以买新的滤网，可以装上去的话，我就根本不需要买新的滤网呐、啊，我可以自己洗啊。我不需要花钱啊，但是重点是我没有办法拆下来再装上去啊，你知道吗？如果我今天哦沾了沾了，然后我没办法洗，然后就去买新的滤网，重点是我那个新的滤网摆在那边，然后我就装不上去，笑死！不要笑麻友，什么不要笑麻友？戴个假发应该可以吧？我先去买个假发。不用啊，你是冷气师傅。糟糕，只能夹来抽屉。小子楼下只好穿女装去买。你会不会太好骗？刚刚惊讶的表情我吓到了。什么？你说爆炸的是骗我的呀？哎，你不要骗我，我那是很容易被骗呢。你是不会踩，对，买滤网还是要踩下来，对呀、啊。重点是装上去的部分，不然你问师爷有没有空？前阵子去当阿布当啊，真的啊，师爷去会不会不够格做？比如大弟弟过来说，哎呦，王宝罗让师爷换个外快也不错。
笑死。有提子就没有点，没事啊，我家的那是没有那么高，我家没那么高，应该还好吧。这种是耳琴就可以了吧？哦，文琴雨琴一定会被说，哎，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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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一定会被骂，我不要。反正思雅该毕业了，多才多艺的思雅，对啊，好厉害。你看 Uber Eats 或者是 Foodpanda 有没有才能奖？我知道了，我就今天点个外送，然后外送人员来的时候，我就顺便问一下，哎，请问一下，你会踩绿网吗？好好笑，没事。思雅都要失业，你要找林姐去讲你家网妈的事情，但是愿意来帮忙啦，等等，超好笑哎！如果是这样子，外送人也会帮我吗？你要创业什么？你要再问外送人员，这样比较有用，还是打给冷气的客服来个视讯找血？我先注册一下外送账号，希望改成把外送。超好笑，这听起来好像诈骗，这什么仙人跳剧情？喂，啊，超好笑哎，应该不会，我也觉得不会，好好笑，天哪，好可怜哦，外送人员太辛苦了吧。哎，老师，你的好不好美个？你要不要去？哎，不要，哎，不要！你居然知道"仙人跳"这个词啊？我知道啊，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之前呢、啊，就是被一个新朋友说，应该是说之前认识的朋友，然后现在是个好朋友哦，就是那个啦，那个 gay 的朋友 ，gay 的朋友。gay 的朋友，他就说，哦，你就是一副仙人跳的样子，然后就说，哈，仙人跳是什么意思？然后仙女的意思嘛，因为她是一个，就是我的好姐妹，她就是讲话完全没在客气的，然后就说，哦，一副那仙人跳的样子，我说仙人跳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哦，就是骗人的样子啊，我就说，啊，你好可怕，对，所以我知道仙人跳的意思，就是那个我的好姐妹，虽然是个男生，但是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现在仙人跳都是要诈骗去，哦哟，不要这样子啦，这个太可怕了。狐狸精也知道，穿很大件的 T 恤，然后盖过短裤，哦哟，这样太故意了吧，很仙的样子。我给你看现在超级可爱的麻薯，妈妈。原来你在姐妹中也装这么可怕，没有啦，因为他就说第一印象，他说哦，一副会仙人跳的样子，好可爱呀，妈妈，被他嫌弃了，麻雪好 Q 对不对？超可爱的，阿美玲的那个电话费有处理好吗？应该没有，没有哦。后来我跟他说我陪你去啊，然后他应该也是有点懒惰鬼，所以就是没有叫我去。是我的错觉，麻雪是不是变？哎呦，真的是啊，没有啦，真的没有啦，他一直都是这么大。麻雪会不会哪一天就发言说下场主持这？哎，不可以哦。仙人跳好像大多用正妹勾引，假装要上船就有很胸大男人出现哦，是这样子哦。麻雪是甜美甜的还是咸的口味？甜的，勒索。小时候麻雪我是打妹的哟，麻雪我是要打妹的，崩溃。哎，快两点半了，好快哦，时间过得太快了吧？我今天晚上。忙到11点，哦，好冻好冻，什么不行？你就不行啊？为什么是麻雪？我行，其实麻雪是很凶的人的部分，
Texas 那么晚。对啊，最近真的好多好多好多练习，因为公演，因为那个是要 produce 的，然后就是之后的东西，就是都有很多练习。马雪可爱，太晚了吧？对啊，就大家都很忙啊，不止我啦，就是大家都很忙。我到了，你到了，好，就是快两点吧，我要开始。怎么、啊、现在连伸懒腰都不行？对啊，就是会痛。不行，我变成老奶奶的时候，感觉会有很多伤哎、欸。你在干嘛？你有看到吗？这里，好可爱。妈妈，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好好笑。你在跟我玩、啊？你先顶现在哪个部分是好的？脸，头脑是好的，确定头脑是好的吗？自言自语，头脑是好的。仙人跳是这样的，你在林姐撸马撸到一半，说马叔受伤了要赔钱啊？你变成老奶奶的时候已经在天上飞了吧？头脑肯定是不是？喂，哎，我现在才发现你穿是 Sheer Beauty， 对啊，对啊，这个蛮好的，那个材质很好，珍珠坏光光，你确定？哎呦。好想吃鸡蛋糕，我想去买鸡蛋糕。话说手红红的那个有去看医生没有、欸？哎，我想说今天晚早上去，结果今天早上懒得去，因为太久了，我就想说去看一下。你确定？嗯，你变成老奶奶，我还是会带你去游泳的。啊，那是歌词哦，剩发，头发下。哎、欸，我今天头发的那个颜色我保持的好好、哦，吃的吃啊，来啊，蓝，蓝，对，鸡蛋糕的外送我送给你，顺便踩冷气，好啊，帮我踩冷气，金发吗？哦，你们想要看吗？金发吗？有会想看吗？可以啊，可以给你们看啊，但是好像有点台妹感。有点哎，你有洗补色？对啊，我有洗补色洗。好啊好啊，嗯，真的想看吗？怎么办？发色完全没褪色，反而更粉红，有吗？好像之前是紫紫的，对不对？对啊，没有想说，但粉丝叫外送人员说，嗯，没有很想，没有很想，好吧。私がおばかさんになっても泳ぎに連れてくるの？私がおばさんになっても泳ぎに連れてくの？あー、懐かしいね。小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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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亲爱的你，同意？可以考虑棕色，棕色自然自然的。棕色我一直以来都是棕色哎、欸，这个我二十几年都是棕色哎、欸。想看金发不良奈呀？我就很谢谢你的一封信。所以呢，就是人生只有一次嘛，染个特需色也是不错啦。反正这是人生只有一次哦，真的是只是只有一次，太难过了。我也想要染回棕色了，但没办法，就是宣传期还是只能这样子。啊，乌诺啊，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对，好，你有说姐姐会玩你的头发。对呀、啊，你还会变成不同的颜色的，会吗？这个颜色真的很脏，真的脏。谢谢乌鱼。啊呀，可乐斯基，好好笑。快两点半了，我再宣传一次。哈，你在干嘛？你怎么掉下来了，小笨蛋？小笨蛋，还是你自己吓一跳，笑死。小笨蛋，玛雅姐姐敲塞亚人，塞亚人压了呀，淡定。我刚刚想说什么啊？对，升学真的部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定。然后还有什么？对，20号的主持，因为我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过来陪我主持。然后就是我是很确定有互动的游戏环节，非常有确定的，对，可以跟我互动游戏、玩游戏什么的，对，
直系的内容我现在是不确定，我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说，所以我先不说，也不知道直系的内容。对，还不知道。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陪我，然后21号的公演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应援。嘿，对，这次公演的时候，那个奇迹的 solo 我已经想好了哦，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没有办法翻，就是我没有办法侧翻了，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是这次要来一点不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哦。如果幸运的话就可以，还是不要说了，对，反正就是对啦，就不一样咯。对，要变魔术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后空翻吧，没有，就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啦，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对公演嘛，然后公演结束之后隔一周就会有西亚的那个 produce 的一个西亚的毕业公演嘛。嗯，还有什么东西呢？啊，对，那那很多 room 嘛，就是刚刚我就 room 嘛，我们在广播已经发行了，是吗？是这样子讲的吗？发行吗？应该是可以听得到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分享。就这样，应该是这样吧，我应该要讲完了吧，讲完了，反正最后一次的帽子直接送观众，最后一次，为什么是最后一次？说吧，好哎，我期待马叔出现在台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呢，谢谢有救浪的缘分，好，那我今天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的陪伴。1,2,3,4,5,6,7,8,9,10，好，那第十名是小五，蛮有一定可以的，谢谢。今天的第九名乌鱼，谢谢。今天的第八名哈绿三，谢谢。今天的第七名吴卓兰，谢谢。今天的第，我刚刚念到第六名嘛，第六名是仲莹，谢谢。今天的第五名是 Cookie， 谢谢。今天的第四名齐威，谢谢。今天的第三名小威，谢谢。今天的第二名周易，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Dix，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多休息，你们也辛苦了，谢谢来陪我，拜拜，记得帮我按赞 IG， 拜拜。